好，场边在赛后要为您访问到的是李怡桦。怡桦，先来谈谈哦，在第四节，其实北师大学当时打出了一波11-2的攻势。当时文琪教练跟你们交代了一些什么？他就说从防守做起，因为我们进攻不顺，所以要从防守去带动我们的进攻。然后后来三分球也投进，所以气势慢慢起来了。好，这次参加登峰造极哦，连续5天的赛事，你觉得你学习到的最大的部分是什么？这跟联赛6强赛有点像，可能体能方面就是要再加强，然后学到的东西就是5天的赛程，你后面越打越强，所以你后面续航力一定要够。好，今年入选了琼斯杯的中华白，那星球季要担任佛光大学的队长，对于星球季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就是希望佛光一样可以进4强，然后我要扛起学姐的责任，这样。好，也恭喜你们赢球，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。这场比赛恭喜佛光大学最后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这场比赛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下一场比赛再会了。喜欢你根本管用搞不掉，我现在换我想你啊，什么时候换我上场，无法思想是我向往，我有权利没人能挡，反正一波不再耽误我呢。不会懈怠，不当被盖 until I die, make it shine, everybody be my side, hands up right on my side, hey, real gram shit.